最近，官方宣布肖战主演的电视剧《食影》在热度值上突破了1000万的壮举，这个消息并不令人惊讶。肖战不仅取得了这样的成绩，还高调解锁了纪念勋章，这对他的粉丝们来说意义非凡。这个消息传出后，让我们战队的成员们纷纷感到鼓舞和欣慰，因为这是对肖战的一种肯定和鼓励，也是对他辛勤付出的回报。我们都希望青年演员肖战可以继续保持努力，再创佳绩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这样的成绩无疑是小意思，他以前已经创造了很多惊喜和记录，每一次都超越了自我，可以说是开拓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新领域。他的发展状态非常正常，他对待演艺事业的态度一直是脚踏实地，不忘初心，始终牢记使命。他不仅在自己的表演中展现出出色的天赋和实力，还积极向粉丝和观众传递着正能量，为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他是当之无愧的优质正能量偶像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为肖战送来了祝福和期待。这些粉丝们相信肖战会更加努力，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和精彩表演。事实上，肖战一直在努力着，他不断地突破自我，不断地挑战自己。他以自己的实力和才华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关注，他的粉丝们一直默默地支持着他。没有他们的支持，肖战很难走到今天这一步。肖战非常感激这些支持者，他会继续努力，不辜负他们的期待。肖战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团队的支持和合作，他的团队非常专业，他们一直在努力为他提供最好的资源和机会。肖战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，他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音乐人，他的音乐作品深受粉丝们的喜爱，他的演唱会更是一场场的爆满。他用自己的音乐和演唱会给观众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和感动。肖战的成功也让我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和好奇。他在演艺事业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但他的道路还很长，他还有很多挑战和机遇等待着他。我们不禁想问，他下一步会走向哪里？他会有更大的突破吗？我们都期待着看到他更加优秀和成功的一面。总之，这次肖战主演的电视剧《食影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他的热度值突破了1000万，完全在意料之中。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和肯定，也是对他一直以来努力付出的回报。肖战是一个非常优秀和有实力的演员，他不仅有出色的演技，还有超高的颜值和独特的音乐才华。相信在他的努力下，他会取得更大的成就，为观众们带来更多惊喜和精彩的表演。我们期待着他未来的发展，也期待着他能够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。